好期待呀！啊，来来来，我真是，我猜对了耶！对呀、啊，他们两个 ，yes， 哦，太好了，哇、wow ，一个。就一个完整吗？还有女孩给男孩送花，好可爱！啊、一个小礼物。好、啊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是有用心的，很美好的。谢谢，我这个好久没有收到过。嗯，哇，你喜欢就最好。皮革，哦，你想喝什么东西吗？啊，嗯，水就好。OK。在我们广州，别人帮忙倒水的时候，你可以这样。嗯，这个我学会。哦，然后就是表达，嗯，感谢，谢谢。明浩，你刚刚拿着给我啊，谢谢。看来你还是了解的很蛮多的。我这在中国已经十年了。嗯。所以好像是学会一些基本的东西、嗯、而且我觉得你的中文真的讲得很好。是吗？嗯，米蝶加油。我们，你觉得我们做这种柿子怎么样？可以啊，柿子事事如意。好，那我们开始了。好，怎么弄呢，米蝶老师？还没有到这个老师的级别。他们两个你不觉得很舒服吗？对，老师的级别。没事，今天你教我，你就是老师。我们选这个，要穿过去。试一下。他们俩其实很般配，我觉得。嗯。我的手也是很抖。但是应该已经穿过去，对，穿过去了。哦，完美。真的是心细手也细。要是我、啊、我跟你讲，我穿的时候我就故意自己手刺到，然后吓女生。偶像剧演的比较多。我的话，哎呀，小可爱。小雨林，我出汗非常多。没关系。他很紧张。那我们慢一点。慢。不紧张。不是，没关系，过了几分钟我会放松的。OK。嗯。我昨天看了大家准备的礼物，但是没打开他们的什么、哦、但是从外面看他们的有点大，那个非常繁华的。哦，但你的很用心。谢谢。哎呦喂。很用心。那个卡片就已经无敌了。对。波斯吉。其实我选那个礼物的最主要的原因是、嗯、我给你解释一下。嗯。如果你做友情还是爱情，我觉得这刚开始的时候需要慢慢来，你看不到结果。所以是那个你中了以后也看不到一下子结果，就需要慢慢花时间照顾。他的这个寓意真的很好，就是你喜欢慢慢相处，对，慢慢的感觉，慢慢。也微微，他讲这段话就是代表他自己的爱情观，对，就有一首歌叫妈妈喜欢你，然后我觉得这个歌词，哦、我觉得莫文蔚的歌，对对对对对对，那首歌我也喜欢。OK， 哦，心里有对上，对，就是有一点含蓄，歌词好，对，然后是最重要的是，有一天你的花开花了，对吗？嗯，它现在不是现在普通的花了，啊、哦，它就是属于。他就是属于你的。这句话我听过。嗯。好浪漫耶。那就像小王子说的啊，世界上有5000朵跟你一样的花，但只有你
是我独一无二的玫瑰，因为你花了时间在他身上。对，哇，我也好喜欢小王子，我也喜欢。然后我出国比较早，我换了不同的国家、不同的城市。当时我学了一个概念，如果你去换环境的话，把自己的思维模式可以当作一个植物，你只要给它太阳、水。嗯，就是他有一个还是会生存下来，能体会到你是一个，我觉得他有代表你的感觉，是吗？嗯，我觉得你礼物选的很适合，谢谢。I tried my best. 有 get 到。真的感受到他内心好丰富。我之前就想说，因为小屋有很多绿色的草地，我也想说要不要种一点东西。对，我还在看要不要买一些种子。然后正好，那正好，结果种子就来了啊！好缘分哦，就觉得很不错。我要选这个，我要选这个。现在女生其实对他是有好感的，对，现在女孩也很加分哈、啊。他们在同频交流，同频，他们气质很搭，他们俩一定可以的。虽然我可能种不好，你已经做了吗？还没。啊，我们可以一起。哎呦，对，我想说今天和一起，啊，一起种。我很喜欢那个花，我就很期待能把它种出来。我一直在想，谁会选这么漂亮的箱子里面最简单的一个箱子？然后说：“天哪，好好奇。我看了你的那个信，所以我准备了那个花。哎呀，你看看他俩，他呼应了他的。我看了你的那个信，所以我准备了那个花。啊，一笔画写的，好动人，字如其人。你看这个字，那个字看得懂吗？看得懂，写得很好，很难，写了大概40分钟。我这一个一个。真诚真的是很重要的东西，真的。因为我觉得你的那个留言很 sweet。然后我就觉得我也想给你带来这种，就是我选了一个温暖的色调。希望让你也可以有很开心的每一天。谢谢。很真心，很真心。他们俩都很温暖的，是的，很温柔，很温暖，都有替对方想到。还有三个，没关系，我们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喜欢你。潜台词：我句句没有说爱情，但是我句句都是爱情。好了，可以吗？但是我的这个确实很不紧，你可能要帮我那个。哇，你这个我好完美呀、我这个怎么这么多裂缝啊？你这个缝怎么这么整齐呀、你里面也是很漂亮啊，我的是外面这是片，里面乱七八糟。一样的，也很好看呀。现在在互相称赞哦。问题不大。好。谜底老师说问题不大。以后我们放里面要放东西。哦，棉花。对，那个词我不知道，所以我把它叫东西。好可爱哦，棉花。棉花。
怎么样，还不错吧，老师？嗯 ，perfect， 我们 nice， 没有人叫过我老师，姐姐。所以你以后都会比较想留在中国？嗯，对。你知道我毕业的时候，为了完全了解一个国家，所以你就生活了一段。对，然后我想我来先工作一下，已经工作七年了，我说天哪！最青春的时光在中国，但是你是喜欢这里的。对，嗯，我算是在这里从男孩变成男人。哦。然后我来的时候才20岁。度过了很重要的一段时间，对，一个 adult life， 哦，男人，哎呦，我感觉跟你交流，我完全不用想说我要注意，就是简单一点词，感觉你都懂。嗯，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大家觉得啊，他们把我的中文能力低估了，他们觉得我听不懂，我其实听懂。他们这个停顿的时候我真的听不懂。没有，我们第一集不就这样吗？我们一直觉得说他到底听懂他们在讲话的语速吗？完美的错差。因为我们也不了解你们，就比如说像你们文化里面跟我们一样的或者跟我们不一样的东西。我真的有一个特别的东西，比如说我的文化里面没有这个我爱你，我爱你这个说法。啊，我爱你哦、oh, ，Really？ 中文有这个专门的一个动词，嗯、对吗？英文也有 I love you 那种 love 或者 like， 对 ，like you。但是我们是为了表达你对别人的感情，然后我们会把它翻译成我清楚的看见你，我清楚的看见你。哇哦！啊！哇、哦哦，有点感动。哇，这个表达太棒了。我们会把它翻译成“我清楚的看见你”。哇哦！然后它代表就是我喜欢你，我对你感兴趣，但是我没有这个专门的动词。哇、哦！所以真的是我看见你。哇，太棒了。嗯，是因为你们的文化是比较含蓄。含蓄是什么？他害羞的还抖下腿。嗯，含蓄就是不是那么直接的去。嗯，有可能吧，有可能。大家都跟我一样很害羞。真的、啊？米蝶是宝藏男孩。哦，好神奇啊，真的。来到广东的时候，我觉得，哎，这个广东话也是挺不错的呀，想学一下。你有什么想学的吗？我只知道了几句话。我刚到公司的时候，同事们教我，然后那些雷吼吼塞雷，然后最近有一个同事叫我诺中以内，诺中以内。哦，哎呦，好会用啊！现在你就借着你不明白，你可劲儿说，啥都懂。嘿，诺中以内。哦，就这样。简单的 If you would be the girl， 讲得很好耶。说死说死说死，还是需要四个数。嗯，那就可以了。然后就要放什么、啊、放什么，现在这一步要放什么？他在考他刚刚棉花那个词。放什么？放什么 ？Cotton 啊 ，Cotton， 你上面棉你棉花，啊，白色的东西，棉花，他现在变成他的中文老师，对，你看语言根本不是障碍了，就是里面最圆的一颗，是吗？嗯。哎，合拍你知道是什么？没有，就是很 match 的意思。那、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适合小五的。我选幸运，遇到感好的感情是幸运的事情。对，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
是幸运。哇，合拍，哇 ，perfect！ 我的这一组好好看啊！对 ，nice。我想到一个，我不是可以上面写字吗？你想写什么？写今天，然后你也把你的名字写。啊，我先上这里 ，OK OK。就是因为我们一起合作的。啊，我觉得你可以帮我写上，我写的不太不行。不，就是要你自己写。这个很美好哎，我希望我不会写错。写错也是很有意思的，是非常有意义的。好紧张。不紧张。他也很会提供情绪价值。两个人三观太合了。哥哥。哎呀，这个。妮妮。Perfect. Cheers. Cheers. Yeah. I like it. Really. You like it? Thank you for bringing me here. 哎呀，合拍，幸运的合拍。你想坐哪里？那我坐这边。欢迎。哦，谢谢。哎，那有睡吗？已经有吗？哇，一整天的约会。来，我给你加酱。好，这个我们这个我很喜欢吃。加多点。啊，我想吃那个鸡翅。这个。啊，谢谢。嗯，这种挺好吃的。对，我发现他吃东西就是很小口，很含蓄。我感觉还蛮难找到，就是跟我一样在慢慢吃饭。是吗？很少遇到我的朋友，可能小屋的小屋的人，他们吃的快吗？快，昨天他们全部吃完在等我。啊。因为我吃的也比较多，又很慢，就大家都在。我一般跟同事们一起去吃饭，他们吃的很快，超级快，你知道吗？真的是合拍耶！那你还蛮适合去吃早茶，你知道吗？那个为什么？因为早茶就是吃很久，他们主要是为了去聊天，有一个地方喝茶。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好的呀。嗯。可以搜索一下。嗯。你不喜欢 social？ Actually， 我其实，我非常喜欢聊天，但是我聊天的方式还是通过安静的方式，然后我喜欢聊天的比较深一点，不是表面上的 ，Let's go deep，really deep。下次可以加我，然后我复制那个 deep conversation。我觉得他很适合一对一，就是人多的时候，反而他凸显不出来他的这种魅力。嗯，要不要给你加一点？好，你是你一般下班以后，谢谢，直接回家还是？看情况，因为我还是有一些朋友在广州嘛。嗯，那如果有时间，可能会跟他们去吃饭。然后聊天就是你那个 go deep 的那个 conversation。我觉得 having good friends 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。你这见的时候，每个节日差不多去海南。哦，对，你喜欢。比如说我们深圳冬天的时候，哦，很冷，你很冷，对吗？但是你去海南还是热。但它比起你们那个你们国家就很热了，已经。对对对对对，长期都很冷。所以我不喜欢很冷的东西，很冷。所以在深圳待了已经那么久。因为我还没有看过雪嘛，所以还是很想去一些。是吗？在我们阿拉马图那个山上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酒店，它叫山的最上面，它算是在中亚最高的一个酒店，在山上面，它又有只有好像是九个房间，然后你大概窗户以后，你看到所有的风景，
你说我什么都没有，你呢？只有你在。这种是我的那个 dream trip。Really nice。然后你早上起床以后，把滑雪的东西他给你安排好，然后你从上面直接下去，然后他把你的行李给你带到小箱子里去。所以这个流程是非常 nice。哇，好好呀！太好了吧！哇，好好，好心动，好想去。放着心动，心动，想要立刻去，因为我有一个很想去经历的旅行是森林里面就没有人的小屋，就那个世界就只剩下你跟你，不管是等于伴侣还是朋友还是家人。此刻没有家人跟朋友，就是伴侣。你急啊！我感觉你比他们都急。就是那个世界就剩下你们这些人的那种。可以，下次你去旅游的时候，你可以把你的那个植物跟你带一起，是不 OK？ OK。哦，嗯，哇，yeah. 嗯，很美好呀！迷迭终于香了。对，我真的觉得太开心了。你要吃饭这样合拍也很难呢。真的。他们 CP 有了，迷迭和雨桐迷雨 CP。谜语，雨蝶组合正式成立。雨蝶，雨蝶好听一些，我这谜语感觉。听说谜语呢？我觉得他在讲，他在听，一个在讲，一个在听的那一种专注，就已经排除了所有这空间之外的杂讯，那个就是让我觉得好美好。嗯，我们多少人一直讲，可是我们希望他听的人他没有在听，嗯，或者是他根本 get 错重点。嗯，对啊，我觉得我其实跟迷迭挺像的，就是想的东西，就包括他之前说像种子，然后需要慢慢的照顾，只要有阳光有水，只要他自己可以一直的吸收养分，他就可以茁壮成长，然后慢慢的等待才会开花，然后这朵花是你独一无二的花。诶，讲到这个，他刚刚说他们哈萨克斯坦的没有我爱你这句话吗？我清楚的看见你那句话完全可以打动到我。我清楚的看见了你的失落，你的脆弱，你的要强，你的需求，你的禁忌。对，这句话好高级。其实跟我喜欢的一个电影里的台词特别像，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关于爱的就是，我喜欢我望向别处时，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。这种爱就是很偏爱，而且不需要语言也可以让对方去感受到我是爱你的，你是爱我的。心意相通的时候跟语言真的是没关系了。海涛，哎，嗯，你喜欢晴天还是雨天？雨天。雨天啊，我喜欢有你的每一天。好，对不起，大家继续。太好了，看到他们这么那个融洽的相处，我觉得我们也奖励自己一下吧。椰子鸡还没好啊？我们的呢？我们的呢？哎，这怎么吃啊？是全部和一起吗？蘸汁儿就可以把他们都和在一块儿。幸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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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幸福。嗯。哇，好特别哦，椰子好甘醇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看一下下一组的约会，来吧。